5月20号农民运动，我跟李世端，他当时在台视，我亲眼目睹云林农协会的朋友来，我通到隔天9点多我才回家，我看到亲眼看到朱高正在城中分局前面被打得头破血，哎，我知道，我简单讲一下哈。刚刚是我们现任的会长，还有副会长，他也是田中农会的理事长。我是一个学者。